好，欢迎来到艺术闪亮亮。大家知道今天要画什么吗？我们赶快开始吧。今天我们来画向日葵，首先我们来画它的眼睛，然后是它的嘴巴，然后画它的脸，然后我们把脸蛋周围的小花瓣画一下，接下来是它的身体，有一个小杆杆，两片小叶子。好，这样一来就画好了。接下来我们把线描粗一下，接下来我们来画颜色吧。首先它的脸是黄色的 yellow， 然后我们来画它的腮红部分 red 红色，接下来是小杆杆 brown 棕色，接下来是小叶子绿色 green。好了，这样一来就画好了。好，今天的动画就到这里啦。大家喜欢今天的画吗？喜欢我们的话，不要忘记订阅我们的频道，并且点赞收藏哦。再见 ，See you next time。